国妖的疯传，他们被这个老先生给吓坏了。这个居然就是传说的詹一蝶，竟然任何人一靠近他身上，马上就被翻开。而这个是他是真的真功夫，而这个人竟然后来来了台湾，厉害到什么东西？他叫做花蝴蝶，花蝴蝶，因为他太灵活，太了，你根本不能沾他的身。还有他的这个摔跤，你看他沾一蝶一。我的学生也要求我来开班，那么开班的全部是 American Boy Chinese， 都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小朋友，大部分学过一点中文，小部分一两个没有学过中文，像 Kevin 他没有学过中文。那么这个爸爸妈妈很有兴趣，但小孩都没兴趣啊。问说要来参加什么 camp， 手指试试，大部分不想来。一个妈妈呢，就是 Kevin 妈妈很厉害，她晓得她儿子喜欢怎么样，喜欢 Star Wars 啊，正在演这个第三集啊，前传第三集。她说这是一个什么 Jedi camp。这是绝地武士营，而聆听以后怎么样？马上从负面态度转成正面态度啊！本来不想，哦，就是这个所有行为变得很规矩，就让妈妈带他来啊。以后他真的最厉害啊，变成个小军人，一直到现在。其实小朋友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打坐，让他静下来。然后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给每个人一个双层的暗袋，这是处理胶卷用的，软片用的，完全不脱光的。那么通常呢，是一个助教面对三个小朋友，小朋友都很认真，有的闭眼，有的张眼，他们脑里面呢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幻觉，他们都要说出来，红色的啊，红色67变成绿色75变成黑色38，他都要讲，讲了以后我们用码表就把它记录下来，直到他最后确定了啊，红色的45，红色45确定了，那么我们就叫他这个手拿出来，在一个纸上呢用红笔写一个45，然后把这双层的拉链打开呢，把样本拿出来啊，我们就这样持续不断的做这个实验。那么这是一位小朋友在2001年啊，在第三天不到六小时的时候错了功能，那么绿色27对了，花了6分钟啊，黑色84呢错了，那看成48，这两个是对的，但是颠倒啊，绿色50对了，黑色74啊看对字了，但颜色错了，然后给他一个国字呢，但是一开始只看到上面啊，再继续做下去呢，他就全看到，所以一对呢就差不多就开始对。那么总共呢15个小朋友参与了4天。当然来来往往很多了，15个参与的4天有9个出了功能，60%，第一天就5个，连我自己都吓到了。当然这个数理 sample 数还太少，如果到了100个呢，还是60%，它就显示了巨大的意义啊！现在不敢。